在这边的是有点像他们的百货公司，然后就是它很特别的是它会保留它原本建筑物的里面跟外观，然后是店内里面有一些陈设可能会稍微装潢一下，可是你就看很特别哦，而且很漂亮。看一下哦，这个是体重计，然后要量的话要1块钱。卖巧克力的店铺，女性们尖叫吧，巧克力。又是个小型的咖啡街，所以就说这边到处都充满了咖啡街吧。好啦，这里面先看到这样哦，